兼准新竹市长高虹安正式对外发布首波小内阁人选，未来新竹市政府秘书长一职将延揽现任台北市政府地震局长的张志祥，也将是高虹安成为首位女性新竹市长之后，再一次打破纪录，同时出现了女性市长跟秘书长。高虹安就说，秘书长一职特别邀请张志祥担任，是因为他在公部门服务了超过35年，担任过蓝绿白三党的局处长经验，有助于市府跨党派的沟通协调，相信对于加速推动新竹市政再升级的目标，会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